百城生技推出了未来木品牌，独家研发防水、抗菌、无毒 TPE 使用材质的厨具跟砧板。那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。拥有一套进口高级厨具是许多家庭主妇跟主夫的梦想，但是市面上有些进口高级厨具要价数十万元以上，虽然外观很漂亮，却散发甲醛毒素的危险，而且大多是用废木屑制成的密集板，一碰到水就会吸水坏掉或发霉。最近百城生技研发出一种专利的环保未来木厨具，总经理郑夫人说，这种环保未来木厨具有很多优点，所以很多媒体都来采访报道。你看现在所有城市厨具背板都用三合板，那三合板最严重就是味道，就毒素吸水，所以那个就很容易就爆开。我们已经突破用到一样用 TPE 食品级的，我们做到立体型的，做到完全那个花纹，立体花纹。一般厨房高热又高湿，厨具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密集板会崩坏，散发出甲醛。食物如果放在密集板的橱柜里，会吸收甲醛毒素，危害身体健康。百城生技研发出超级环保的未来木厨具，厨具跟门板以未来木打造，还有推出两种汉白鱼颜色，让厨房变得美观大方又亮丽。一定要讲究它的美观亮丽，所以他们过去都是用烤漆嘛来替代。我们是一体成型的，最重要是亮丽，我们有办法做到立体啊、自然的花纹。未来木厨具用跟奶嘴一样的 TPE 材料，得到台湾创新研究奖跟世界级多项专利。意大利厨具名牌 Alessi 把它做成不锈钢的艺术砧板，送给尊贵的宾士车主。总经理郑夫人强调说，未来木门板如果沾到油污，用水跟清洁剂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，免烤漆，无甲醛，健康环保，救地球不用砍树，可以说是好处多多，让厨房更干净卫生，也更有质感。记者萧朝全、李佳晶，台中报道。